我们打一把游戏，谁输了谁去。又赢，你看看。啊，哇哇！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个机会，好好看一下这份合同。如果你要拒绝的话呢，请再看一下再说，好吗？去洗个澡，把衣服换了吧。星辰这件事情已经被发到公司内网了。他这种大明星，跟我们这种普通人计较，他也不嫌掉价。对不起，是我冲动了。不知道这个星辰怎么想的，跑去找安小雨的助理。难道他想借着安小雨的名声东山再起吗？东山再起，可能够呛了。小雨，公司给你的歌。艾露危险了，以后还是尽量不要用他的歌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现在完全都没有当你助理的必要啊。实习期不需要解约金，人事部可以去解约了。你这主意啊确实不错，让星辰来给安小雨当助理，这个好处啊实在太大了。嗯，艾露薇，你上镜还蛮帅的哎。你到底是谁的助理？你的助理啊。那你为什么看别人的总你看不能开心？幼稚。